科学校47毕业，然后今年24岁，然后10月份就分发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西门町派出所服务，然后平常的兴趣就是打游戏这样。你是在10月16号是被分发到西门町？对对对。那目前因为还不到2周，在这段期间你目前都是做什么样的勤务？是都跟着出去？就是跟着，对，就是跟着学姐，就是看她是就这班是可能备勤什么，就跟在她旁边，然后看她怎么受理案件。对，那你觉得跟实习有什么差别？实际上线之后，就是在这边实务训练的话，就是学长姐教的，就是你每个都要好好记好，因为以后就只有你一个人要处理这些事情，就不像就是实习，就是那完整的2个月都会有人陪在你身边。对。那实际到现在跟你当初进来的那个有落差吗？就是跟想当警察有想的一样吗？稍微就是还是会有不一样，因为就觉得就是有很多难关要克服。可是我觉得就是从事这份工作，就也让我的心境有改变，因为可能原本我可能会想说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事就想要逃避什么，可是现在我就会想说就是一定要好好面对它，然后把它处理好。